来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兰花优以凯。这期视频呢，想跟来友们分享一下兰花的价格。本来是应该昨天出这期视频的，昨天是315嘛，但是昨天我家里有事情，我就没拍视频哈。今天跟来友们聊一聊，我想把这期视频送给我所有的粉丝哈，希望大家能够把这期视频看完，对您今后养兰的路上肯定是有帮助的哈。我们在种品种兰花的时候，所有的品种兰花它都有它自己本身的这个价格哈。不会因为任何人是新手还是老手就能遇到过便宜的品种，这个是不太可能的哈。比如说我常跟来友们分享的这个剑兰的市长红，那么市长红基本它的价格就是在31苗哈。比如说我有老苗什么的不算苗，咱们就不用去细说了。一般我说的这个都是最壮的苗子，单苗的价格哈。比如来友们特别喜欢的墨宝啊、赤橙啊，现在墨宝壮苗应该在1000左右，赤橙应该在3000左右哈。像国魂价格就更高了。就像我们常遇到的这些品种，它都有它本身的这个价格，就是我们度娘一下也好，问问身边的兰友也好啊，它大致都在这个区间之内，不会偏离太多的。比如说我们常会说的比较含糊，就说比如说墨宝吧，啊，500到1000之间，为什么会500到1000之间差一半？这个是由于苗情决定的。像500呢，肯定就是后垄苗，二代、三代，那么我们说的1000呢，肯定是最壮的前垄苗哈，纯前垄或者还是带芽的，那它价格肯定是相对要高一些的，因为它这个怎么说，它的这个生命力也不一样。你前垄的苗就像个大小伙子一样，它的生殖力也是最强的，发苗率也是最高的，那么肯定它的价格也是偏高的。所以我们在入这些品种草的时候，对这个大致的先稍微了解一下哈，包括另外一些品种。它的叶宽呢、叶片数都是直接影响它的价格的。比如说那个拼夕夕那个9.9哈，新手兰友上当大部分都是因为这个价格。9.9我们最简单的想一下哈，一个纸盒，一个工人的工资，再加一个快递费。我们收到一个什么商家才能可以有利润呢？商家呢毕竟是以盈利为目的的，他不是做公益的，也不是做慈善的，不然他赔死了，是不是？你9.9，然后看着那个开品又是国魂又是赤橙，韩兰的红凤我也看到过太多这些了，另外还有好多是合成的，这个都太不真实了。如果您是新手，刚刚踏入兰圈，想种一些兰花呢，我就推荐您去种一些像绿鸟嘴啊、小桃红啊，就包括我刚才说的市长红啊，31苗180的也买了一盆，从正规的渠道去买正宗的那个兰花哈，它都有自己本身的这个开品。比如说我现在说的市长红，我们现在打开百度，马上我们就能搜到市长红各种各样的开品就出来了，这个都是比较真实的开品。而不会像网上那种经过美化的，明明市长红没有那么红，美化的特别红，那个就已经偏离了。这个你说我们开花之后算不算假的呢？是不是？不要对这个抱的期望太高了。比如说红素吧，这个好多兰友都比较喜欢的这种合瓣呐、红素吧，现在不论是春兰、连瓣还是剑兰，原生品种的这些红素没有一个价格是低的。不要觉得说兰花这个价格是虚高的，不是的，谁都喜欢美的东西哈。像这种红素呢，不管我们是新兰友好老兰友也好，看见眼睛都直，谁不喜欢这些美好的东西呢？但是我们刚开始种呢，都要从普通的基础草开始种，都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，循序渐进，不要着急，不要猛入哈。你不要说新手觉得说我条件好，那么赤橙国魂我就是上哈。那这个时候考验你的养功啊，如果说养不好的话，那不是也浪费钱吗？从这些简单的品种先练手，第一年我们先把它养活，第二年我们把根养好，第三年我们追求开品。种兰花也是一个慢慢这样累积的过程。另外一个就是一定要量力而行，兰花啊，在册的品种就有20000多个，这个不是我们能追求完的哈。我之前也是什么样的都想买一买，这两年我也比较冷静了，我都说了超过1000的苗子我都不会再入了哈。兰花呢，就是尤其这些品种潮，它每年基本上都会以20%-30%的价格再往下走，因为每年它的这个发苗率都是越来越高，它存世量越来越大，它价格肯定是慢慢会往下跌，这个最后走出这种比较亲民的价格，这个是很正常的，不然的话不是没有市场了吗？一直在一个高端的地方，那么肯定就是一个比较小众的范围才能去玩哈。好多兰友说那个炒兰花，这个有炒作的成分，但是大部分呢也是因为它本身这个开品啊确实是优秀，
优秀的东西谁都喜欢，就包括其实不光是兰花，我最近也比较喜欢那些瓷器啊，那小盖碗啊什么的，好的东西啊，一看眼睛也值。但是我就不问价格了，那个好的盖碗，尤其是一些名家的作品哈、啊，都不是我所能承受范围的。像三五百我买一个，我都感觉已经老奢侈了。一个喝茶的壶花了好几大百的，还买了一个又一个的，都是一样的哈，其实都是相通的。爱好这个东西都是无穷无尽的。我们看生活当中哈、啊，这些大米白面。没有价格高的，大白菜、土豆没有价格高的。可是我们看跟爱好沾边的，比如说我爱人喜欢钓鱼，那一把竿儿哈，那个好几大千的。你包括我喜欢这些壶哈，一把壶你好几大百的，这个哈就是一个生活的调剂，一定要量力而行哈。这期的视频就跟来我们分享到这里吧，我希望大家能够喜欢我的视频，再见。